他鹅分配鱼。Hello，Hello，Hello 一，好困啊！吃完不玩睡觉吧。好，舟车劳顿今天。一，你们干嘛呀？你们怎么都在一呀？我是一，我和黄老板，大家有眼睛的都看得出来谁是一。卡皮，等一下。没人，好开心啊！我现在很困，然后就是确实觉得很恍惚，可能会说出一些胡言乱语。比如说你是一种话啊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真的。广州的炒牛河，哦，那我也好吃，全世界都来吃，好吃，让我尝一口，好吃。现在是，这是卡比分享时间。休闲娱乐来一口，休闲娱乐来一口，阖家欢乐来一口。这卡啊，和好吃。现在是麒麟群在吃，现在是麒麟群在吃。为什么？我要去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酒店旁边居然是一个按摩的地方，我太懂我了，真的。我昨天就在说，我想正经吗？就是很没有没有，太懂我了，我就想去啊！我昨天就说我。要数了，我再不去。咱们去另外一家。炼乳是什么呀？炼乳吃了会变成炼乳吗？我在说什么呀？在说什么？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会变成黄老板的炼乳吗？啊？没听懂我在说什么，对不起。我也没太听懂。甜的。好耶，好耶！垃圾桶离我好远，不愿去。哎呦，家人们，我好爱你们，希望你们也爱我。猪婆还哪有？想你们了，想你们了，想你们了，想成都的卡比兽了。广州的卡比兽好甜啊！晚上好，家人们。这么好甜啊，我感觉就是很热情，让我感受到了比我还要热情的热情，真的很热情，太热情了，我哭死。这是啥呀？我点了好多吃的呀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我点了一排。我明天彩排。我真的不是在学丧尸，我是在活动我的颈椎。好尬呀！没看到一点儿，什么都没看到一点儿。我爱你们。等会儿回翻牌，放八七八七八七，银匠你好啊，你好，快进到十九号公演，好，太好了，今天是十几号，今天十七号，啊，能不能放门口啊？明天我们排练，我人现不在分明天我们要排练，然后十九号公演，但是我现在人不在。他放哪儿啊？我发现我居然啊，真的听不懂广州话。都怪我爸，都怪我爸。谢谢小鱼仔的荧光棒。知道呀，对啊，深前辈和郭前辈在我们华老板们的中泰剧场搞，我不是搞笑女，我是霸道总裁。本来就是你的东西，
对，我在吃炒牛河。好困，好困，佳怡，眼睛这么开了，我已经。你好爱，好爱大家，睁不开还要赢。太爱了，爱死了。我吃不消了，我吃完睡觉。对呀、啊，谢谢小狗转转的荧光棒。他没教我，他说重庆话说的贼溜。谢谢乐乐的奶茶，谢谢丸子的荧光棒，很灵总啊！增加前辈，我来了。你是不是还在排列式呢？我最喜欢小老公。不是发声，不是发声。炒牛河。没有吧？松娜前辈应该就是说不在吧？不是在上中吗？先播长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人，广州的卡比兽应该见过了。你们觉得呢？呵呵，加一。谢谢小张荧光棒，谢谢小张荧光棒。好好吃啊！你俩好像有点像，可能这就是夫妻相吧。什么都没有，我乱说的。又有什么到了？感觉广州的外卖主打一个快。笑死！你要来见我吗你？不舒服。这是小张玫瑰花。你点的呀？我点的。对啊。是我们前面的双皮奶吗？我今天见到广州的。对呀。啊？你打电话。广州的卡比兽的时候，已经妆基本上脱完了。我真的，正吃好香啊！真的好饿。我点的在楼下。哎呀，没有，在飞机上睡了可能十分钟，我就在吃饭，我就一直在吃，我都没停下过。应该是这个吧。锅子多少钱发我？啊，好好吃啊！啊，啊，好幸福啊！没听到。今天有没有返图？有吧，你不是很多人拍的。啊，不行。咋了？腰酸背痛，明天去按摩。我是老年人，老年人女团。我明天没事，我要再躺一天。啊！羡慕了。不想修，哎，你别修了，你发出来吧。我要是觉得丑，我就在房间发一个删。卡比是重庆人吗？对啊。我是少女偶像吗？我是老年偶像。今晚吧，你发吧。被迷倒，真的假的，林仔？你都没跟我说你是谁，还不离谱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来了。啊，这个好好吃，老板快吃！什么？它好像是很出名的什么糕点吗？
不错，海豹修图我真的我的认可。前辈们吃这个吗？七多次呢，我一点啊，真的，对，是吗？前辈们，是吗？是吗？林总，哦吼，原来大家都在，我就说大家都好热情，我的天啊，我觉得广州的卡皮兽真的好热情。不是说成都的卡皮兽不热情的意思，就是广州的卡皮兽真的把我震撼了，这个真的是给卡皮来了一点卡皮兽震撼。咖喱蛋，那是吃饱了，斑斑波波。你真的要批一下吗？好，把我颅底儿批高一点。我一般批图，我喜欢把颅底批高。加一，就批成这个样子，基本上。还没到，甜甜。真的假的？可能不是卡比兽吧，只是大家不知道我是谁拍了一下。我现在发现可能是这个结果。谢谢何处寻的荧光棒。谢谢 XYX 的巧克力，晚上好，我没看到。宝宝，这个弹幕有延迟。你怎么不回我翻牌？明天彩排呀。嗯，我真的哭死，那还不是因为得有我们卡比兽的努力，因为有你们，所有的一切才有了意义。啊！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？拿出来了。我昨天在那里说，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吧，然后今天就下雨了。拍了一下，对，可能有可能就是不认识我，但是拍了一下。看看你，好，谢谢转转小狗子的荧光海。小狗子，你今天怎么没来呀？是不是卡比在发誓？名将直播间特色，不能吃播，你们只要不给他姐姐说，就没有人骂我。要是说了，肯定我知道是你们其中的一个人说。全部处理，全部处死。走了，拜拜，前辈再见。明天见得到吗？不知道。明天按摩。哇，卡比的睡衣。是的。拜拜，前辈。拜拜。我是以后成雨神了，新一代雨神，服了。丸子，你完了，给我盯上了，好晕啊我！主要是我觉得有点颈椎，
明天快乐你。哎，怎么我的翻牌总是跳到前面去啊？不是翻牌，弹幕。卡比喝了什么？西米露，椰汁西米露。不行了，我的腰好痛。我这样子拿着。卡比跟老板一起啊。盯上什么？被盯上。宝宝，我们来看恐怖片。不要，我超怕。真的吗？我保护你，宝宝。我会怕的，好几天睡不着觉。我是一。我证明老板被一只不知道是什么的虫子吓死了。知了。哦，知了。泰式按摩，我泰式按摩，泰式按摩，泰式按摩，我要去做按摩。我肩膀痛。甜甜，我觉得你不社恐啊，我感觉确实比我社恐。我们在机场偶遇。每次都是甜甜，甜甜是偶像，我是粉丝。我啊，甜甜。弹幕延迟。宝宝听成了板板，看恐怖片然后钻到你怀里是吧？你小子喜欢板板捏。板板虽然很坚强，但是其实有那种脆弱感。你在说什么？有脆弱感的女人难道不是最迷人的吗？同意的扣一。哎呀，我还在怎么呼风唤雨哦，我怎么弹幕不是我的延迟好高啊。直接吃的质量吗？不是。同意跟米粉，你好变态，小狗正正子。我你们发到哪儿了？我的天，谁和你比都社恐啊！你太强大了。以你为标准的话，90%的人的社恐。甜甜是女犯，是的，别太爱。我好喜欢黄老板，给你转达了。香菇说他很喜欢你。谢谢，我也很喜欢吃香菇。香菇炖鸡特别。老板说香菇炖鸡特别香。香菇炖西开鸡，我重新开，我一直弹幕延迟都这么高，又回到黄老板怀抱了呢。不要羡慕我啊啊！多久以前了？你开到哪个位置了？丹尼斯，哎，老板粉丝卡比，你好你好，为什么单独奖励我？你怎么了？我奖励了什么呀？我奖励了你啥？我现在已经06了，零零一亿零一亿零，对，是的，
卡比好中意你啊，谢谢你。黑风雷，不会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爸给我发了那么几句话自我介绍我都没学会。大家好，我什么黑什么我什么杨听冷什么什么什么呀，忘了忘了啊，要崩溃了，怎么再看饿了，我要吃月饼啊。还不爱我啊，我牙套掉了，我得去弄下牙套，看吧我又是个龅牙，我服了呀。今天你们两个一张床真好，我们不仅今天一张床哦，我们接下来的所有时间都是一张床哦。干嘛？宝宝，你不要看，我看着我很害怕。我也很害怕，你要干嘛？我很尴尬。尴尬什么？因为我在发疯。我们俩都会尴尬的。哇，宝宝你。我的肚子好痛啊！我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厕所偶像是吧？永远厕所。那不是我们队的佳佳姐吗？她不是之前在厕所吃饭吗？我真的哭死她。她真的，她怎么吃都吃不胖，家人们。卡比兽笑一个吧，卡比兽，哎，卡比兽好严肃啊。老板现在洗澡掉房里偷看了，没有啊，我不会，我没这么变态。我一般想看直接，老板，我上个厕所。是的，这事情是可以直播说的吗？本来不是，我们不看，我们只是友好的上一个厕所。还不荒谬，我整个人贴边边。我靠着那个瓷砖墙，我不敢动。一组牙膏不应该有好几个呢，新牙套呢，改天去。卡比哪天不好看，真的是啊，你这话说的就是，谢谢你。月饼，你爸怂句话贼溜，就是不和你说粤语是吧？是的，真的真的不说。广东话不学也罢，为什么？家里人不知道。我懒得，他们啊、等回去再说，等回家再说。我一般不会想家，一般有事儿找家，没事儿不太会联系。有什么节日的话就会。山田凉。上班在厕所吃什么？吃我也不知道他吃什么。你们都是一起洗的是吧？没有一起洗啊。然后哇，互相帮忙搓背的关系，没有，那是陈韵佳和卢美婷。脑补出了老板宁死不屈的表情。没有，是我在那边双手环胸屈辱的表情。哇，好炸裂！这段是能播的吗？这段剪掉吧。擦掉，累了，躺捏。啊，好累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卡比第一次坐飞机，以前都是走路去玩。好怕怕哦！日常都是好看的，谢谢你。
这个延迟是认真的吗？卡比暴露了一对，哇，太甜了啊！听到了什么东西啊？好炸裂！卡比，你别太爱狼老板。卡比对老板做了什么？卡比，哎呦，我的天呐，我看不到你们在说什么。我天呐，我的弹幕是乱的，我才发现。听到了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女友视角回来了，睡了。别翻了，我今天看完。虽然日常E的直播风格也是这样，不奇怪。对，我觉得老板应该比我尺度大吧。卡比说，好喜欢被卡比压着，我压的卡比说的屁屁了。叔叔双手环胸，比什么都不遮更炸裂。原来卡比和黄老板啊，没有。阿诺，你要不重开吧？感觉你这个软件要重装了。好了，我已经读到最后一条了，你这个软件要重装了。哦，牙梗发炎了，为什么今天牙梗痛啊？行，跟上进度了。0012，对，0012，嘶哈。女友视角 get 睡，别急啊，香菇还没回你翻牌呢，所以可以正常聊天。招牌猪叫，招牌真的是猪叫吗？过去吧，卡比手。睡觉了，晚安。今天上班很累吧？请回家好好休息吧。不论遇到什么，卡比都会在你身边，支持你，陪着你哦。嗯？你说什么？他们都很讨厌你。他们是谁？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呢？你就是你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有多特别，或者你有多好看。我喜欢你，因为你就是你。我喜欢这样的你，这样桀骜不驯的你，这样放荡不羁的你，这样真实的你。请你继续的做自己，好吗？怎么突然开始抽象？如果全世界都与你为敌，那么卡比还是会选择和你一起与全世界为敌。没有，要是你们不开心的时候，就把刚刚那一段拿出来听一听。如果还是不开心，就来我口袋房间。如果觉得很羞耻，不能来口袋房间，就给我发翻牌。如果没有看到，就来口袋房间催我回一下。什么冠新冠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冠呢？哦，冠爵什么东西？晚安，马卡巴卡，把我们扔到哪儿了？这卡比房间大睡特睡，快睡吧，快睡吧，我真的哭死。我不知道老板在看什么，他抱走的什么娃。你又不是没叫过香菇，你装什么呢？啊，今天怎么没看到天宇啊？不正常。Thank you.
我只叫过宝贝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对，老板应该在回翻牌吧？腿环是这衣服，这衣服自己配的。看得到你的弹幕呀，海豹头子。哎呀，我都完全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随便准备一下，以后不开心就看看那段号。女友视角 vlog， 羡慕的哭了。卡比一会儿就恢复正常，羡慕丸子，好想叫你一声卡。为什么羡慕丸子呀？没有关系，宝宝们。处理人际关系是很累，有些时候，要是让你开心，要是让你开心，你可以选择不去回应，可以选择躲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小鬼转转，你好变态啊！你是一个女孩子，你不能和卡比一样变态。沉默了。哦呦，我不行了，这个躺的太不舒服了，我就没有舒服过躺在这地方。睡觉了，晚安。当你忙的一天回家，发现你的女友居然比你打呼打的还大，还不浪漫，这么幸福。天宇，早。谢谢天宇的九个荧光棒，谢谢天宇，你刚刚错过了卡比的一段激情治愈发言。谢小狗转转子，谢小狗转转子的荧光蹦迪儿。哪有不空的。好怪呀，这个光，我感觉这个酒店好像光都很奇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猪婆憨，我以为是发现我的女友是头猪。厕所不是半透明的，看不到老板洗澡。睡觉，晚安，我睡了，宝宝们，我很爱你们，真的。谢谢小狗转转子的蹦迪，谢谢不，你想看什么鬼？没事，你可以直接进去看。毕竟假睫毛摇摇欲坠，他已经坠了好多好多次了。海报怎么沉默6个点了？我感觉你好困，我真的有点困。
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海豹投资的荧光棒，谢谢清风的荧光棒，谢谢你们。好喜欢彭小冉，他不是故意要去蒙蔽你，假扮你妻子的。起因难道不是因为千里雪送吗？睡吧，老铁。今天累的，我今天睡了一个小啊，睡了四个小时。希望明天弹幕能正常。按摩吗？我不会猪脚，我很受力的。谢谢丸子的荧光棒。耶，我跑到哪里去了？睡吧，我的所有的亲朋好友，什么各种亲戚，各种朋友们。坐一趟飞机跟熬个通宵差不多的。哎呦。明天我10:30好，姐姐通知我去试衣服，就觉得离谱，不知道试什么衣服。哦，去。你都把故事讲了4遍。我们好像要拍一个什么写真，好像。期待，哦，应该，我也觉得应该是长线，不是长线，好像是青春时刻的衣服，哦，就是拍写真，还是什么的。我们之前出道之前还拍了很多写真，但是我现在也没有看到那个发出来啊。2年前的拍的，真的吗？那个，你的心上人，你要去说我的身体，好呀。你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已经不在这里面了。我要，真假的丹尼斯，我要给黄老板说。然后这个发型还挺舒爽的味道。晚安甜甜，一直在，好开心。甜甜晚安，你辛苦啦，今天辛苦你了，在机场待了那么久，但是还好嘛，你坐的前面应该还挺舒服的，应该是可以躺。因为老板在洗漱，等老板洗完了我就想告状了。开玩笑的，不会的。不、
晚安，香菇，可爱喵。好喜欢你们呀！不谢宝宝，我 you are welcome。卡比永远都是你们心灵的港湾。安，脸都被亲歪了啊！我也是呀。什么呀？你也是什么？天宇，亲到模糊，不亲到，下次一次都不亲到，绝对不亲到。哼，你们就珍惜吧。但是我等黄老板出来，我再给你们再下。我老婆呢？困。哪里嘛？我老婆很少，卡比说我们都是我的小宝宝。谢谢天宇的荧光棒，这是彭小冉。我的妈妈，好抽象！你怎么这么抽象啊？天哪，我要截图。阿苏一，没想到你是这么抽象的人，你让我很失望。开玩笑的，没有没有，超级爱你们。没有，你别打问号，没有。波波，好抽象，雪游清风，我见过你本人。你们只要我见过你们的人，你们发疯，我都会联想到你们。你们那个，你们就是你们那个真线下的那个真人的那种，然后对着我发疯，我就会觉得有点怪。七星的爱什么？想吸猫头鹰？哇！好炸裂的发言，我被吓到了。吃鸡翅的，好好吃，凤爪，我最喜欢吃这个。我沉默，爸爸，吓死我了今天。鱿鱼圈，这个鱿鱼圈是呆呆兽，他昨天好像在寂寞镇房间说过我坏话，我昨天晚上就把他记住了，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去查房，哼，逮捕。举办的，我爱广州，我爱广州，我真的好爱广州。广州的吃的真的太对我的口味了啊！我爱广州，我要当广州的狗。他没有说坏话，他好像在尬我，我忘了。
他说什么了我忘了，铁板鱿鱼圈。我来真的，家人们，这是想来就能来的吗？好，不，我绝对记得你干了，我不知道你忘了你说什么了，但是我昨天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好好吃啊！啊哈哈哈哈！这个凤爪我小时候就好喜欢吃，我爸小时候带我来回广州的时候，我吃了一口这个凤爪，我灵魂升天了，我感觉真的好好吃。它叫 XO 酱凤爪，我当时以为它没有了，因为我以为它是成林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它数量成林了，我说妈妈，这个凤爪怎么没有了，它成林了，好离谱，好抽象，特别特别好吃，我一个人可以吃十盘，啊，好好吃！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，胖次？我的天哪，好有缘啊！不亏是胖次，真的陈林，你知道吗？他叫 XO， 他就是陈林，我以为他没有了，就陈一、陈林、陈三、陈二。我知道，乐乐也跟我说过了几个喝早茶的地方。这边建议给老板发个翻牌呢，老板这记性我不相信。好抽象啊，老板现在。好美丽。素颜都这么美的女人我真第一次见。少吹。受不了你。她素颜和化妆，她的肤色没有区别，家人们。不知道化妆化哪儿了。不知道化妆化到哪儿了，他好白，真的，素颜满脸都看不出来一点。我才反应过来，反应过来是什么？你们到底在紫金酱是什么呀？我们来点播一部《爱情仙》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没有没有，好像有。我在广州从来不吃午饭，因为你都喝早茶，谁吃午饭呀？早茶、下午茶，谁吃午饭？谁吃午饭呀？社死啊！这个口袋的开屏，不是我想说的，就是，哎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我上一次来广州，你们说，卡比上一次来广州，还是上一次？上次或者中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浪费了化妆品？哦，跪下来对我示爱，呜、跪下来对我示爱，呜、好吓人，跪下来！早茶是那种吃，对啊。
但是早茶从早到晚都能吃，但是它确实早上好吃好一些吧。中午吃的早茶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我跟我爸回来都是早上吃啊？可能八九点吧。你上次听懂卡比的话，也是上一次。对，过年会回。经典节目《逛花街》。我真的服了，今天有一个粉丝，不知道是谁，我以为是香菇，哇，我以为是香菇，我说，哎，怎么香菇？怎么香菇来了呀？我好，我以为香菇，我在那疯狂比心，好尴尬，认错人了，很像，特别像，在那个黑夜里闪闪发光的像。金针菇，什么嘛？你们来线下，我简直就是全部都比。八九点早茶有点早，真的吗？拼床嘛，床隔挺近的。对啊，很像，体型和长相都很像。我不认识你个屁，我认识你的很。你就算变成一只小狗转转肠，我都认识你。你就算变成小狗打转，我都认识你。啊，就是你吗，丹尼斯？我好像把你认成香菇了。我把你认成香菇了，还不理我，好尴尬。丸子，你就算变成一只小狗肠，我也认识你。对，大家都是女粉。宝宝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？你是我唯一一个长发女粉，我怎么能不认识你？目前知道的线下的，见过的，美丽女粉丝。一会儿去剪呢，咱们干嘛干嘛？想不通，剪了就不认识了，真的不认识。啊，脏铁地了，剪了给香菇接上，剪了给天宇接上，挠头。破案了，破案了，还是爱的。有没有可能你短发比较像齐俊权？你们是干嘛的？你给出租，你给司机说我们是扫黑除恶的。我们是扫黑除恶探案组。我是老板的小跟班，卡子，或者叫我比子也行。比比比啊，板板叫我比比。板板眼睛睁不开了，板板已经就是他闭着眼睛，他在回翻牌，他闭着眼睛在回翻牌，家人们，真的。在天上飘，快睡了，快睡了，快睡了。我在翻翻里晚安。他这样再回，就是我看看。说到齐俊权，就知道那个粉丝是谁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荒谬耶！你好荒谬耶！我说他们是女团，从成都来的。真好，大型女子团伙，
笑死我了，麒麟犬。麒麟犬，麒麟犬被黑的最惨的意思。我驾驭不了他的发丝，天宇给你搞个结扎结，不是，就是结的那个一半。他的鼻孔，老板，这位粉丝说你的鼻孔可以看见东西了。你是谁呀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这个人名字里面有 YTL 啊？我总感觉这样，总让我感觉好像他是我粉丝。但是我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位哥。你不社恐，我感觉你也不社恐，你好能聊，老板都被你聊，这不是被你聊了一路的。你好能聊啊，我好羡慕啊，老板都不理我了今天。因为跟他熟，他第一次跟我进来，和他也没说。啊，羡慕了呢。哈哈哈，黄奕毁灭吧，随意了。老板今天也很累，羡慕第一次见什么？见谁？羡慕呢？我觉得你们俩哦，小雨好像确实比较社恐，跟他的名字一样，听起来就是一个文静内敛的小男孩。你是这样给我制造的呀 ？YTL， 真的假的？我觉得酸菜鱼很能聊，卡子哥我木了。真的吗？老板把我灭口。小雨是谁呀？就是一个男孩子，店员，来店员过。哇，我好像说了等于没说，好像并没有让大家知道。你是我的。抱抱，你是我的抱抱。好离谱啊！今天你的朋友在机场给我看你的照片，笑死我了。听懂还是上回？给你看呆毛哦，你是给我看呆毛啊？我说你怎么给我看一个海报，然后你把你自己的脸挡了，你说给我看啊？我突然就 get 到那个笑点了，你知道吗？诗晨你好，所以你名字里面的杨天林不是我，是我自作多情啊。没看到呆毛。昨天真有人以为你是女粉，为什么他以为你是女粉？睡觉了。怎么会是女饭呢？因为你可爱。Oh baby， 我好油啊！这儿去游，家人们。天宇是女粉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天宇是女粉啊，就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美女姐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海报是死宅男粉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啊，对对对。脚趾城堡启动，很漂亮，1.7米高的，到底谁呀？天宇吗？对，天宇真的很漂亮，天宇很喜欢穿罗裙，每次来看我公演，他都喜欢穿罗裙。几号公演？19号。
我要疯了，今天回不了一点儿，视频翻牌回不了一点儿，只有明天化个妆回。明天本来不想化妆，但是怕看到前辈，还是要化个妆。19号，我鞋子都少一只。好搞笑，我也是，我差点把别人撞到，我差点把粉丝都撞到，我那个车我推俩行李箱。要跟索娜前辈和瑞瑞前辈玩了哦，好开心。还有活动吗？不知道哎，有，你微博看看，我属于是不理事儿的人。DP 老师差点没把我鞋踩掉。DP 是什么？第一批老师是什么？听说，谢谢你，我真的猫半仙。去广州，已经在广州了你。羡慕被卡比撞到，真的好离谱啊，好离谱啊！东西真的很多，已经在广州了呀。我刚刷到你给黄逸轩推车，真的吗？在哪儿啊？哦，代拍哦，会把人撞飞？不会把人撞飞，我先吐一个卡比兽，让卡比兽撞飞，这样就是卡比兽撞飞的，就不是我撞飞的了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睡觉了，真的睡觉了。我现在眼睛睁不开了，感觉越来越困，世界有点迷离。我爱你们，家人们，我爱你们。豹哥。豹哥在呢，打死你！晚安，晚安，宝贝们，晚安，晚安，所有人，祝你们有一个好觉，好吧？哎呦，这个墨莲怎么偷偷的在这儿不说话呀？我真服！晚安，家人们，困鼠啦！老板好像睡着了，我的天，好厉害！还在求眼熟，这假的，哪儿也求眼熟了？直播半小时的话，能不能开播就说你要下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拜拜，不好，我睡觉了，晚安。